到个周幽王登位之后，佢成下净系记得横征暴敛，日日征歌嚟损色，佢唔理我哋啲老百姓痛苦嘅，杀咗我哋年年所纳嗰啲钱粮啊，节衣缩食，咁就搞得掂噶。啊，而家佢又话预知明年嘅田税添，咁你叫我哋点样纳呢？啊，如果你唔纳得掂啊，你睇住啦。照样杀头噶，咁啊唔使计啦。佢咁荒淫无道嘅，睇下佢个江山坐得几耐啊！喂喂喂，啊，讲事咪小心啲啊！一时有和尚身噶，讲嚟做咩啊？不如走啦，我哋咁啊走啦。龙有风花双衬，鸡有蝶马蝶相衬。人啊，为上之心，心声比运动琴心。龙有凤马相衬，天有蝶马蝶相衬。桃叶蝶花纷纷，相思要着玉人分。被人哋睇见有乜好睇呢？我相识咗你成个几两个月啦，连你自己嘅真姓名都唔肯话俾我听嘅。喂，咁我爱你就得噶啦嘛？仲话爱我添？咁咪讲咗好耐咯，点解你唔记得啫？你几时讲过？啊，真系冇记性啦！我话俾你听，我叫苏哈嘛。哈，苏哈又点同呢？系细佬哥嘅名嚟嘅。哎呀，真系笑话，谂苏哈有大细之分嘅咩咁？人哋老哥唔止叫苏哈，叫阿猪啊、狗啊、牛都有啊。系啊，但系大个咗就要有个正名噶啦嘛。你连正名都唔肯话俾我听，我唔同你玩。嗱，我怕你，我讲俾你听。哎，嗱，听住啦吓，我姓我，姓我，姓我，乜姓我都有嘅咩？啊，做咩又冇嗰啲噶？乜百家姓、百家姓、姓咩嘢都有噶嘛？哦，咁你叫咩名啊？爱你叫做我爱你。哎，你攞皮椅嘅？啊，你又边次有皮椅攞咧？又真咁，我咪我爱你啦。咁如果你认为唔啱嘅，调转啦。调转咪即系一样。调转就变你爱我啦嘛，系咪？我唔制，问极你嘅姓名都唔肯讲俾我听嘅，我唔睬你。啊，姐妹，妹乜鬼？我唔睬你。我真的不明白你，为什么你成日都咁关心我的性命，同时又关心我的身世，你什么事过跟你说？你不知道的了，因为我阿爹他时时都跟我说，如果不是皇孙贵嫁就不给我嫁的了。那你说爱我啫，我又不知道你的真正名，那我爱你都是假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你早点就听了。如果你想知道我的身世，老实说讲起好巴闭，就算最大的文武官见我都要下跪，国家的钱粮都任得我去使，我阿爹的人上人，我就是小皇帝。哦，那你原来是太子啊？那为什么你不向我讲详细呢？我想试一下你，看你会不会矜贵。哦，你准不准嫁我？我当然认做太子妻了。
咁完就订婚先咯，煮啖面猪仔咯。嗯？喂喂，睇你个份人，人细胆唔细，引诱我个女，索嘢你飞起嚟。阿爹，你唔好立乱闹人啊！佢系皇帝仔啊！太子边有咁得闲啊？听佢话就杀得埋，快啲拉入去，睇住个鸡仔。阿爹，爹入边啊嘛！啊，老伯，真噶噃，你真啫，我就够真啦。我个女年纪小就俾你呃到啫，我几十岁食盐都多过你食米。我系好爱你个女噶噃，你爱佢啫，我唔爱你啊！扯啦！喂，我个老豆系真系当今皇帝噶，我系皇帝嘅老豆啊！喺我面前嚟讲叻，冒充太子，太子边有咁得闲？成日揸住个琴嚟到引诱女仔。你想娶我个女啊？你都要大细先得啦，扯啦！啊，老伯啊，冇得讲，走走走！公子啊，我哋不经不觉都访咗成个几月噶啦，而家都未访到，咁点算啊？我都唔知点算。公子，咪话我大胆话你啊！访美就去啲市镇嘅地方至有噶嘛，你成日走咗嚟啲荒村野岭咁，边处有噶？你识乜嘢啊？俾人捉住山龙水兽之间噶嘛？哦、老伯，哦，公子，乜你嚟呢处访美嘅？啊，系啦系啦，老伯，你知唔知道呢笪地方边度有美女啊？呢处地方咧就冇。等我指个目标你啦。哦，咁指点啊？你一直向东南方，就可以完成你嘅愿望噶啦。东南方？哦，边处啊，老伯？啊？点解忽然间唔变咗噶？公子，我睇嗰个老伯唔系人嚟噶，唔通系鬼咩？咁又唔系鬼，或者系神仙都未定咧。神仙？或者咁啊，公子。佢见你一片孝心，所以指点下你啊！咁奇，咁我哋快啲去东南方去啦。
你哋都冇解嘅，大家同村同族，你哋啲笑人哋嘅。老实讲啦，做女仔嘅，边个唔想嫁皇村贵界嘅？如果你哋冇福嘅，就难讲啦。哎呀，你唔抵死啊！你掟粒石头落嚟，整湿晒我哋嘅身。放咩啊？系我掟你哦，够胆上嚟啊！来我咩我？你？我见你一班姊妹们向你怜笑，我就唔抵得啦，我就叫我家人谂化佢，就引走咗佢。头先我听见佢哋讲，我笑你咩富凤攀龙咁。我睇你，你嘅身材，你嘅相貌，真系艳色娇人啊！我今日无意同你相逢，我真正系有幸啦。公子，你真系要讲说话啦。我自问桃枝柳枝。是不应该有这么大上头的，难怪他们取笑我的。哦，那又不是吧。我看你多一分的嫌肥，少一分的嫌瘦，真是妙绝妙绝。眉收眼角旧风出数，手吻心灵又倾倒，好一朵风啊情半骄傲，使我神迷意乱，梦魂路
花艳由来风蝶舞，笑我碎飞浪子夜登堂。在你云鬓松于大斜，我待整齐天未晦。你在这里动手动雕花园，猛然猛然莫忧劳，中莫到无人在，可笑你夜郎自大一寸歌。我煲红德，乜、哦、你系煲红德公子啊？失礼失礼，平生富贵逼人来，你许我未曾拜到。佢、哦、真系煲成后公子、啊。眼底美男儿，缘父子呀，有缘相会落葡萄。我额骄傲，脸锋芒，车辕能上。你贵姓芳名呢？我姓赵，叫做褒姒。哦，赵小姐。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公子啊，嗰、那个女仔就够靓啦。如果你选佢入宫啊，一定救得到老爷噶。我都系咁谂。不过呢个女仔好聪明噶喎，咁聪明咪啱咯，我就帮佢聪明嗰头唔受我哋指挥咧。值得谂噶，公子。波公子，请你唔好怪我。咩咧？我头先好似有啲说话冲撞你咁样。哦，唔紧要。系咧，我都未曾请问你贵姓芳名添。我姓赵，叫做褒姒。哦，赵小姐。是呢，公子，你怎会咁错当来到这些穷乡僻壤行下呢？因为公子一心来访美了。哎呀，和咁不是咩？是找靓女人啊嘛。咁找到未啊？如果你未找到，我可以介绍给你的，你喜欢哪个话给我听？我来了，我们公子喜欢你了。喜欢我？赵小姐，你唔好见怪佢啊！啊，佢时时讲嘢都口不达言噶。唔紧要，讲下少啫嘛。你喺边住住噶？我系，我就喺嗰边嗰间屋啫嘛。哦，嗰间啊？哦，哦，乜咁远？你嚟呢度洗衫啊？系啊，我哋屋企本来有个井嘅，因为呢几日水干，咁我咪要呢度洗咯。哦，听我屋企坐下。打搅晒，唔好意思嘅。唔怕噶。我屋企系得个阿爹嘅啫，咁我去拜候下你老人家。咁我过去攞翻盘衫先，你等我一阵间。好好好。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公子啊，嗰间系咧。好实礼嘅。哦，乜咁讲啊？请人去坐。好好好。
起人嚟坐，唔好客气。阿爹啊！啊咩啊？爹啊，我介绍你识，呢位系煲洪德公子，呢个系我阿爹。哦，老伯。煲洪德公子，你位凌尊大人系咪煲国嘅皇后啊？是啊是啊，哦，原来煲公子驾临寒舍，哎呀失仪失仪，请坐请坐，坐咧。阿姊啊，快啲煲个杯清茶嚟款待阿煲公子。我去系啊，要紧要紧，顺便买啲糕饼翻嚟啊。哦好，我去啦。系边度？煲公子，你千金贵体，点解会嚟呢啲乡村地方嚟游玩啊？吓，老伯，我唔系嚟游玩嘅，因为今年我父后选美而获罪，现在都扣押在天牢，主上限我三个月要另寻一位美女上朝来族父，以城市的女子呢已经被我搜罗殆尽，都没有一个美女，所以我逼不得已来这些荒村的地方再访寻。我头先无意同你千金相遇，他带我回来拜访一下你老人家。不敢多不敢多，阿公子啊，你话访寻美女揾到未啊？揾就揾到啦，唔知能唔能够成功啫。咁边家闺女姓乜名乜啊？老伯，实不相瞒，就系你凌千金。哦，原来我哋一似啊！老伯，我都知道你唔舍得你千金嘅，不过我揾咗个几月啦，都揾唔到一个入选嘅，只有你千金一人可以救得我父后。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我父后会老死在于狱中的。我求你连我一片孝心，给你凌千金跟我回去，早日等我教习他的功仪，然后带上朝廷。老伯，你如果有什么要求，我怎么答应你的？公子你放心了，我不是不舍得此跟你回去，实际我想他入宫围想了好多年了，因为他的身世很惨的。哦，不过有些凄凉身世吗？是阿王啊，出去先。啊，公子你请埋坐，听我详细讲给你听。哦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对不起，夫公子。不要紧，我这么久都没有茶你喝。不要紧不要紧，咁你知道就唔快脆啲去斟。啊，咁呢件事佢知唔知噶？唔知噶，因为一向都冇机会，所以我就冇讲俾佢听。我认为你都暂时隐瞒，等到有机会至话俾佢知啊。好好，我照你咁做。饮茶，公子。唔该，阿姐。哎，公子，饮杯茶自己啦。饮茶饮。乖女啊，而家你机会到啦。咩嘢机会啊？你煲公子啊，好想识你，想话带你翻去学习恭维礼仪，你点啊？学习恭维礼仪？系咯。咁学嚟做咩啫，阿爹？哦，咁你一向都知道你阿爹嘅愿望嘛。想你嫁王孙贵界的，咁你唔懂贵族嘅礼仪，点能高攀人哋啊？难得阿公子咁欢喜你，带你翻去嚟嘅教习，你做咩说话我讲啫？我唔知道。哦，老伯，哦，你千金唔欢喜啊？唔系。佢话唔知道。唔知喎，知之为不知就是知也啊嘛。大多数嘅女仔，你问佢嫁唔嫁，佢梗话唔嫁，唔嫁咁噃，就系个心啊。快啲啦，快啲啦，咁啊！嗯，阿爹，你净系咁样笑我嘅，你老人家中意点咪点咯。老伯，哦，咁你都一齐同埋入城啦，近我哋刀斧坐紧咧，有一间屋，你喺嗰处休养咧。咁打搅公子，点好意思啊？仲咁客气，我哋自己人噶啦。哦，系自己人，自己人。多谢公子。哎，饮杯茶，你食饼啦，食饼啦。哦，唔使客气啊，吓。师妹，
我翻嚟煲苦都有成个月噶啦。我交集你嘅公仪，你样样都好清楚噶啦。哦，我唔系几清楚嘅啫。哦，点解？我冇心机教你，乜你冇心机学嘅咩？梗系啦，我大嫂以为你同我成婚，我就俾啲心机学，为着你嘅面子啫噃。而家你系利用我嚟到教你阿爹嘅，我梗系冇心机学啦。如果你冇心机学，我真系俾你累死啦。我人日教咩站公仪，我朝礼嘅法，你学阿哥阿王哥。劳动我，你不叫我去攞嘢咩？我入咗工位，就一生嘅幸福都冇咗噶咯噃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对你唔住，而且我更知道你好爱我，但系我唔能够接纳你，我要救父咧。咁你可怜我啊？呢啲嘢都有得可怜嘅咩？你个人咁孝字，个人咁爱字，哪得太字？他送你上朝代父赎罪呢件事呢，我老早就知道噶啦。但系我明知都俾你去呢，系有理由嘅。有咩理由啊？你明知佢利用我，你都俾我去。咁我大早知道系，咁我点都掹你嘅。人哋阿苏哈都唔知几爱我，我情愿嫁俾阿苏哈，我都唔肯去噶啦。唉，快女，你唔使讲啦。你成日想我入宫位，无非都系贪钱。乖女，你唔好误老豆系贪钱。就算我唔愿送你入宫位，你自己应该要争住要去。点解？乖女，到呢个时候，我唔怕同你讲啦。我唔系你嘅亲生老豆。吓？你唔系我亲生老豆？系。咁你系我边个啊？我系你老豆嘅最好朋友。当年周幽王登位嘅时候呢，佢天生有一种残暴嘅性情，你个老又系叫做残官嘅，因为犯咗轻微嘅小罪，幽王竟然将佢全家抄斩。我为着同你老豆嘅交情，我正经抱咗你嚟煲局避难，隐姓埋名，将你养到今日。咁你本身有呢段咁嘅血海冤仇，点可以还报？所以我时时想你嫁个皇孙贵格，我并非系贪钱嘅，就想你报父母呢一点大仇，就等你有机会接近呢个幽王啊嘛。咁而家有咁好嘅机会，你话你点可以唔入宫呢？阿爹，啊，我一向都唔知道有段咁嘅血海冤仇。我当然是不希望牺牲我个人的幸福，现在我知道了，我就而且有咁快得咁快去接近个帮我。不过我是一个弱质的女子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去刺杀她？而且我又怕连累阿洪德公子，佢全家抄斩，
你有咩办法教下我？你都想得到，呢、这个温君唔止杀你全家，更用杀戮好多无辜嘅百姓。你不但为报父母血海嘅冤仇，唔应该替百姓嚟申冤。你呢次入宫，唔好就直杀一个温君，应该利用你嘅美色，迷惑到江山败亡，咁就帮帮你捞帮白世嘅败女。好啦，爹，我依照你咁样去做啦。哦，公子，老伯，此妹真系翻咗嚟呢一船。系，老伯，我呢次真系求下你，你同我劝下此妹，一定要跟我翻去宫廷。如果唔系我爹，就冇生存嘅希望噶啦。你放心啦，你即刻翻去预备，我保证跟住你入宫围，因为佢年纪太小，唔识事啫。姊妹，你唔使解释啦，我一于跟你入宫围喺。咁我翻去先啦。启奏主上，洪德公主命人到嚟，有事求见主上。乜嘢事情？启禀主上，高洪德公主献美入朝赎罪，但限期已到，现在天色将晚，属明早入朝。现在喺迎宾馆暂居，请主定夺。怎花放玉人来，艳丽如天仙比赛。有何缘真贪欢爱啊，神不应诶待。多嘴阿弥干事父王。为咗救父，我点都唔舍得送你入宫位嘅。你对我嘅热情，我永远都唔会忘记的。可惜呢个环境唔许可我接受你所爱，我望你呢次入宫位，好好地得到君王嘅宠幸，我爹就可以平安出狱啦。咁做法。我是自私，不过求你，你每一点孝心是我完成一个任务，今生或者不可以报答你了。我唯望来生只筹报你今番的帮忙。
我哋今生都未了，讲乜嘢来生呢？不过为人子女者就好应该尽孝嘅。你而家咁艰辛，都系为咗个孝字啫。德哥，我唔会辜负你嘅，我更唔会辜负我自己嘅父母。吓、啊？你话咩话？边父母啊？冇、哦，我阿爹成日都希望我嫁个皇孙贵界，你知道嘅啦。咁我而家能够嫁俾皇帝咯，就系报答佢养育嘅渠道咯。皇上知道公子见你上朝祝福，皇上非常之高兴啊，话不能等待天明，我就派二舅太子亲自嚟迎接你。仲要上朝衣一集，请阿小姐你出行改装准备啦。既然太子嚟接你，咁你快啲预备改装，等我去迎接太子啊。春兰，同小姐去改装。啊。起殿楼交来下聘，君阿丁阿卓若在办京，算你凭根子教，我说话寻求名色的信念见朝廷，哇，我无言记录。等得听话命，话用点定暗香时，花般仍然留半轻。哼，用了水不见，自身已暗倾。王妃的神仙留善应卦，缘不赖天定。人算天命，天神不算关山月定。此往往华眉也风点影，信那言孝，趁那年旧啊情，还穿那用花灯那面的再受刑，又共无无那虚名。佢身似一天仙影，系啊系啊，又话如玉琢成，系啊系啊，东啊西啊邓啊波啊都问啊唐啊情，命人传召见高明。呢位就系元寇殿下爷，快啲上前参见。参见殿下，起来起来。哇，你唔系苏克？唔系苏克，殿下。唔紧要，唔紧要。奶奶退出嚟，你真系殿下爷啊？哦，讲个真系啦，唔通有假嘅咩？诶，师妹，吓，听见又话你嫁咗人啦，系咪？乜你大家相识嘅咩？我唔止相识添，我哋搞到机会都定咗婚添噶啦。师妹，点解你唔对我讲咧？咁我无端白白又点对你讲起呢？你两个订婚咁紧要，点解忽然间又离开咧？又哦，因为都系佢个爸爸唔信任我，我已经讲晒俾佢听嘅，咁咪所以唔成功咯。唔成功，及后我再揾佢就唔见佢咯。咁讲起嚟都系我嘅罪过喎、啊，唉，关你咩事啊？说又唔关你事。不过咁呢件嘢仲有得救，啊，因为好彩我父王未见过佢。咁啊点咧？揾个哥咯。哦，咁点得啊？听日限期就到噶啦喎。听日限期到。系咯。诶，佢啊，揾佢啊。殿下爷，咁啊点得啊？若叫佢咁去啊，咁即系要我爹摆啲行刑嘅啫。点解佢唔得啲做咩事干啫？殿下爷你都知道噶啦，从前我爹就因为献媚不力而莫罪天颜，将佢收禁喺天牢，
如果呢出难过咁丑样，如果进佢上朝，话我父子有意欺君嘅啫，咁点得咧？你话？哦，咁如果系咁啊，师兄你就太自私咯喎，你有钱你咁，你咁样话唔得，一味顾你自己，你都唔顾我，咁你话你系咪自私呢？咁又点算得自私啊？咁你都仲唔自私？哼！唉，你知道嘛？你阿爹呢次选美不力啊，而父王得罪佢噃，我都仲同佢讲情嘛。即咁，虽然我系讲唔到啊，即但系我都嚟通知你噃，啊！而且你阿爹而家喺监牢，我都仲派人去照应佢，啊！如果孤不论啦，而家唔好话做君臣，更唔好话做朋友。如果我而家咁样做法嘅，论情论理，我都对得你住啦。咁就系嘅，啊！尤其是啦，呢件事如果你唔知呢，我唔怪你，但系而家你摆明你都知道佢系我未婚妻。如果你咁都忍心拆散嘅，咁你又于心何安啊？又殿下爷，你讲嘅系啱嘅。我劝佢上朝，无非系想救我阿爹，存我一点孝心。若果我揾个第二个去，万一主上唔合意，万一又识穿咗，揾人嚟代替嘅，岂不是我阿爹仲多一重罪过咧？殿下爷，咁你教我点做咧？殿下爷，啊，德哥，你哋都无谓再争论啦。咁你认为点？你我认为尽情就不能尽孝，尽孝就不能尽情。咁你认为情最紧要啊？抑或系？唔系，情紧要，孝紧要。你讲。我认为为人子女者，当然系以孝为先。啱啦，讲啦，啱啦。聪明，聪明，藏住杂面歌病嗰啲咁啊！你讲埋个情字啊？个情字点啊？你话情？好啦，如果为我自己幸福着想，当然系以情为重啦。呢啲系聪明啊，呢啲系聪明啊。咁点啱啊？乜整啊唔啱啊？如果为咗佢一个人嘅嘢，人生世俗以幸福为大前提啊嘛，当然系讲自己先啊嘛。呢尤其是我父王，你睇风烛残年，佢青春年少，点登对啊？就算系嫁咗俾佢，都冇幸福之可言啊。那我就唔同啦，我同佢大家年纪相当，点会冇幸福呢？你话你咁样做法就唔啱啦。点唔啱呢？又你何止唔啱啊？你简直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添啊！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我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？啊！我话你越讲你越野蛮噶嘛？你简直，我唔系野蛮，我有解释噶嘛。咁点为之不忠呢？又今晚你奉君王圣旨嚟迎接美人入朝啊！你竟然揾人嚟调换嚟入宫，你点啊视为不忠啊？咁不孝又点啊？仲使问嘅？你身为人子，竟然夺父所爱，呢啲系咪叫做不孝啊？咁不仁呢？不仁，我阿爹系身为太傅，即系你个老师啊。今日为咗你所爱而杀咗个老师，呢啲系咪不仁呢？咁不义又点呢？想我千辛万苦，点讲得阿姊妹翻嚟，用尽我嘅心血，交集佢嘅功名。我希望佢上前赎父啊！你从中嚟作梗，你咁对我，仲有咩道义可言啊？你讲得系啱，似乎系啱。不过咁啊，师兄，而家呢件事讲咩啊？你要明白喎，因为我同师妹啊相识在前嘅，而你挑选佢在后嘅，唔系我而家从中嚟作梗嘅。啊，你话啱唔啱？阿师妹，你讲系。我都好多谢你对我嘅心，不过到咗呢个时候，我只有心灵。我呢次入宫，第一系俾阿德哥佢嘅孝心感动，第二我系遵从父命嘅。系，我当然都知道，我知道你阿爹呢成日都想你嫁一个皇孙贵界，但系当时我都讲俾佢听系太子。可能佢唔相信，咁冇办法啦。咁但系咁嘅姊妹，而家知道咧，我系太子啦。咁可以嫁咗我，未必佢会反对啩、啊。
啊？咁系嘅，不过你而家系太子嘅地位啫噃，点、都唔似你父王，点都唔高得过你父王做皇帝噶。啊？咁而家撤换你，哦，咁你贪图一个皇后，啊贪我父王做皇帝啫嘛？咁就系啦，所谓人望高处，水望低流啊嘛。嗱，听住啦，嗱唔系我发出噶喎，佢甘心情愿去噶噃，咁你就心息啦。婚姻嘅嘢系整定噶嘛，你何必要作梗？一阵对你父王住，二来你又阻碍我救父。啊，天下多美妇，唔通我单独佢一个人系可爱嘅咩？唔无谓，无谓再讲啦。不如而家快啲上朝，无谓阻碍时间啊嘛。去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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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啦！民女叩拜主上，愿主上万岁万万岁。哦，乜下跪就系封住咩？哎，你提起头嚟，等为王睇下你，睇下你。谢主上。哦，美人平身处座。谢万岁。行下，扭下，摇下，摆下，双眼都花。瞄下，装下，行近睇下，咪个龙王拍惊他啦，佢系天仙的话，偷下龙啊内地貌似花，眉眼要云云，这望系无诶假，拜公为王。但是你不应该这样搞法吧，怎么不应该法？主上两个月后还未一间，有武林啊潮受问啊武啊谈，你都有话还，你完全大胆无敌怪人太笨了吗？你未啊受宠胜占横，你破坏意，乜就乜
前一晚有心美妙认真受限。将我執罪喎，嗰只狐狸精執罪執得咁容易嘅咩？你唔使惊，跟你母后嚟。主上，为咩事干要将皇帝去執罪呢？你仲好问，一日都系你，厨母多拜儿。关我咩事啊？教坏佢咯！如果唔系你平日用中佢，佢点会？咩事啊？咩事啊？叫老豆长脚啦！吓咩？王二家系知书识礼，相信唔会做啲咁嘅事果。你唔好听佢一面之词，就将阿王二佢嚟执罪啊！你应该要有凭有据至得噃。要咩凭据？我讲都有话啦。咩啊？捉贼拿赃，捉奸在床啊嘛！主上，点啫？妈，靠妈！要查究啊，就无得
死尽算命，乌追难要，我要警戒佢拉入天牢半年。主上，难道你绝无父子之情嘅咩？冇得讲，人嚟，押佢入天牢。你看外妃，阿女自从入宫咁耐，未曾见我哋有人笑过嘅。诶，唔单咁咧，今日我同你去灵山游玩下，开下心好唔好啊？主上，嗯，你话点咪点啊？我敢奉陪嘅。哈哈，你话点得美人笑一笑？为王就江山都唔要啦。主上，吓呢个系咩嚟噶？我以前咪对你讲过咯，国王用具系烟墩嚟啊嘛。你话一点着佢啊，嗰啲诸侯呢，哇好分贝咁走嚟嘅。捉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，你话你呢一处一见到呢，我包保你梗笑到眼都蒙咗啦。真系嘅？系。我唔信。你唔信？点俾你睇啊？人嚟、啊，我有烟墩系咪能放起晒佢？阿主席，唔系头脑啊，想先帝设立呢个烟墩，系预备京城被困嘅时候。哦，用嚟召集各路诸侯到嚟救驾嘅。嗯，而家无辜放弃啲烟火，岂不是将啲诸侯嚟戏弄啫？我恐防以后会失信于天下吧，主上。混账！我但求美人观你，点理得诸侯咁多事案？即刻传令，领旨。美人，进楼饮杯啊！Wow.
为君令，自信系难取胜，定要别下爷帮助，你所走不到停。你快啲去！神令子都唔知点，唉，喺酒正上啊！殿下爷话无心国事，请你另选贤能应战我。哎呀，个衰仔啊，真系想激死老豆嚟揾失败！我亡国就即系佢亡国嘅啫啦。系。你都会嚟睇下我嘅咧，又二舅，我都知道你好愤恨我啦。不过我呢次嚟系为咗公事，唔系为私事嘅。咩事？朝廷有面目，参人的旁边啊，都轻笑衰我，家边那能。为国土烽火点个营啊，徒劳困啊，神大将都不去如母，仲有何人将国母
人众啊，手啊，疆土啊，贪官官票与地户，高德光德贵对母，人家兵户咩匆匆去与母，待我上殿朝圣为王土。启奏主上，啊，犬戎兵马，围困宫围，四围放火。望主上同足宫廷暂避。系啊，叔母呢吓，两个先人喺后门度走先啊。啊，我同阿夫兄顶住一阵啦。我即刻入去改装，改装啦。你哋去边？快啲！去。我估计唔到会入夺天朝嘅心噶嘛，我以为借佢嘅兵力嚟救翻而救嘅啫，系嘛？哈！点知佢就乘机就作反啦！到呢一个时候点样收货呢？一系就咁啦，我同你逃出宫围之外先，然后再请十八路之后起兵嚟救翻主上。唉，不过又系弊，而家四围都系敌兵埋伏住，无路可逃噶噃。唔怕哥，啊，嗰边树林有一个暗渠，我同你喺暗渠走就唔怕噶啦。但求有路出得了，喂，你哋走先。作奴啊坏，气啊神。
当作无话你我也敢啊，信你君你我也共，今日见中阿神，正系国我阿家忙，你亦无责任，当此仗阿忙，兵也败，都莫再要啊。风情
人远近闻名。风笛，唱啊飞。
该你老事啊，点会赖我呢？道长啊，道长，你两位无需互相埋怨啊。我知道你两位仲系非常之爱佢嘅，不过可惜佢死得太早，就难得你点痴心。咧呢啲系因果嚟，咁你两位想唔想见佢咧？死咗都见得嘅咩？哦，点见你啊？在于第二个咧就冇办法，在于山人呢方面，佢不然会有办法令到你两位见到佢嘅。咁点咧？点咧？咁啊真系假？你点见你啊？请你两位埋去坐一处，平心静气，口水一阵间，在山人弄法咧，不然会令到你哋见到佢嘅。哦，咁真系弄法晒。喂，咁唔该晒你，先招埋。
林花苦到我头，处后要勤修国政，咪学我战不透啊啊透。咁啊，王你咪好辛苦啊，乖仔啊，呢啲就叫做系因果嚟。点解？我吩咐你，你即刻翻回洛阳，你要减刑罚，安百姓嚟代替阿父王。以族前罪，你快啲扯啦！咁我点扯得安乐啫？乜王你几啊岁，仲喺度挨啲咁嘅苦工？我身为人子，我点知心何忍啊？呢个我一定陪你噶、我都留喺天庭陪你代你受罪啦。啊，你又响说代表我？系咯，我明白晒你两个个心理。咩？你唔系见得父王响说受罪伤心，你查实两个。对阿公主余情未断，嗱，你哋唔明白噶，我现在呢君臣父子夫妇，一切一切都了结噶啦，你哋要即刻扯，天庭不能多留半步。我唔扯啊，我系要陪你啫。你若果唔扯，我哋就要打到佢扯。我哋唔扯，打都唔扯。千古多情，千古风流倩影，正系碎龙心。